妈真的是很厉害，早上又这样蹦出两个蛋糕出来，强。准备要来拉咯，你有没有发觉到这个塔慢慢的有变化？有看到吗？哪里在变？颜色。颜色很棒。哇！这是中间一个大洞，旁边有好几个小洞，因为刚刚我们每拉一下就是一个洞，我们倒在锅子里面隔水冷却，慢慢慢慢就会变成固体。我在跟各位介绍的时候外表都很轻松，我内心在淌血你都看不到啊，因为这个糖非常的烫，你看阿伯的额头都在冒汗的，对不对齁？现在凝固了的温度大概是几度？大概是90度。90度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吃泡面的概念了齁。现在准备要来拉咯，你有没有发觉到这个糖慢慢的有变化？有看到吗？哪里在变？颜色。颜色很棒。等一下，你要第一个吃糖葱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从红，从深褐色变成金黄色。等一下，这个糖还会从金黄色慢慢变成银白色。有没有像芭比娃娃的头发、啊，越拉就越白，越拉就越亮的？有没有？哎，现在是金黄色。等一下呢，因为芭比娃娃越来越老，所以它越来就越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把糖拉白了以后。接着下来要做的动作呢，我们就准备要来包空气咯。刚跟各位介绍了这个叫糖葱，是糖并不是葱。我会取名叫糖葱，就是因为阿伯现在在拉它，我并不是在乱拉哦，我们在包空气，要把空气包在这个糖里面，要做的里面都会是空心的，会跟葱管一样。我们就是要趁着这个糖还有温度的时候，尽量把空气包好。空气只要包得越好，我们等一下做出来的糖葱吃起来就会越酥脆，阿伯的钱也会赚得越多，因为糖会膨胀嘛齁。阿伯要趁着它还热，我们要把它拉得跟手指一样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哎，要帮我加油一下咯。啊，刚刚那个妹妹拉得这么长，我要破她的记录，加油。好，我们趁着这个糖还热的时候哦，把它拉长，把它抽细，啊，不要紧张，因为我比你还要紧张了哈，哎，因为啊，如果掉到地板上，阿伯的招牌就掉下来了哈，我18年的功夫就毁一旦了哈，好，啊，所以我会很仔细、很小心，啊，尽量啊把这个空气包覆好，尽量呢把糖做好，啊，我们把这个传统的技艺哈继续把它传承下去，好，来，你看。这个糖刚刚是软软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挂在这里，你看它都乖乖的不会动，代表这个糖的温度比较下降的，比较凉了。这个就是糖葱的头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尾巴。桃味说来哦，会比较硬，比较香。它有多硬？我们听听看。哦，硬的。啊，这一块也是硬的，所以这两个部分它会比较扎实，像糖果一样。你看到这个转弯的地方。这里也一样会比较硬，所以一样我们会把它剪下来。啊，你现在听声音有没有脆脆的？听一下，有没有变脆的？每一只每一节都会在阿伯的手上敲打来，这个每一只每一节都会是空心的，而且它是入口就化，酥酥又脆脆。来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中间一个大洞，旁边有好几个小洞，因为刚刚我们每拉一下就是一个洞。